其实我不想杀你，但我一定会杀你。这么狠吗？我们下路我生来就很贱，现在我是老而弥贱。哇哦 ，Scar， 哇哦！一他个闪出来。不要飞。肯定可以杀，应该能杀，应该能杀。你哪儿也去不了。你还想埋伏劫道呢？由他没闪现。他中路没闪的，我跟你感觉可以。该死的长脸！我的血量跟蓝亮都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。没动。他现在放在那里吧。如果他们全体出动来抓你，那可就不是我在妄想了。你要多少？要命啊！你差点搞死我们俩。慢慢打，是我的玩具的。行行行 ，OK OK。虽然他们和我们一队，但不代表我们能信任他们。他中路闪现好了，他点的 CD。没有红毒啊！压力比上面那个灰很多。他打野应该在这边，不知道为啥，万一应该在打 F 六，应该在打 F 六。什么什么？等一下，万一他开门口顶我，然后你 W 一个想打这边 AD 辅助，但被他控完以后，我也单杀。我们之前聊的挺愉快的，然后他们就来了。暂时不会来下了，打到这里啊，这两分钟，小优在上呢，我暂时不会来下，不需要我吧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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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压草了。我警告你，别抛下我！这六啊，可能鳄鱼还没到六，应该快了。就去压牛头的血量，他血量低的我们找不了。我们上吧！可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。他们打野应该是这边。OK OK。我有点难接他们俩的人了。呀！不能这样，斯卡尔真坏。呀！呀呀，你这又呆又傻的畜生！大金也去了，感觉越不了了，试一下吧。辅助也去了啊，辅助。再下再下山路。亚克力比上一个吸太多了。他们在打开小龙吧。我这个少将海军先锋旅长的头衔可不是靠逃跑的才能换来的。有一家 TV 呢。你先让我点慌，跟他打的那不一定能杀我。他们不会再看门了。我还是给扶下了这样子。小龙城这人可能会升级。鳄鱼使用加里奥来。如果你不把他抓死，他这个趋势是我慢慢对线还打不赢我的。他能抓死就能。但是皎月的位置，他们永远学不到教训。他是都有能靠上的能力的。Scar，Scar， 试一下吧，一个。臭东西，胆小鬼。跟不上，那塔在打我呀！你 A 没用啊，得拉一下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你排这个针眼，太稳。发个火。你好像往下靠了。不好杀呀，这人有点小细。你得靠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来来来。打不到。不过抓着机会，咱还是能打压制，就是不单杀而已，靠这个补刀跟这个塔皮前慢慢发育就好。他快溜了。别叫唤了！你把看不见的猎物都吓跑了。哎，在下吗？没漏，没漏，漏。在下，在下。别把马库给弄皱了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盾。我还有大招，我不怕他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赶紧避啊！是我的。赶紧避，避了来找我。看紧了。OK OK。那不行。
不用买，准备来接着。人气有大的。你可别怪我。我这个战锤还是要吃。你还去吗？你拿完之后我不去了。退。鳄鱼大已经好。我们还能越这个鳄鱼吗？还有蛋，还有蛋。不，只有蘑菇汁喝完的时候，我才会有毛病。给你个大便，我自己干快点来。是，他没打野的，这样。走了走了，哎，别！你拖一下时间。非常抱歉，您的天使接送服务需要稍等即可。直接追着他 A 好了。我们俩好像还能抢月。哎。嗯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东西。我下了，可惜了，这不是月城这么烂吗？那个表是带的吗？大意了。带的。Nice。你在看我吗？螳螂应该还没到，他刚回家，可能会往上刷，那个蓝石刷。我装备很好，对，攻打艾欧尼亚，你说的对，没问题，你说的对，搞不了，他打野好像在，好啦，你说的对，在没在，已经是往下靠了，往下靠了，但是他没大了，我们往下支援吧，四个，你们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后退一下，我们马上到，小心这里，别往这走，别往这走，别往这走。滚出我的底界！我输。哇哇哦！下海冲动。我先出现。OK。等这个小龙吧，一分钟，这小龙要跟他们。叛徒！小心！呀！来抓我呀！这个 Q 不是要回家补野吗？我觉得你最好回一补。没人像克烈一样坚强，我胆似铁打，怒火攻心。他岩修盖沙里有交闪的呀。我不会被误导。小心牛头这波能动，别硬推，别硬推。大陆都灭死了 ADD 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小心被抓了。让那条蜥蜴去死吧。克烈自有打算。我们出发，快点！要打呀，这龙你推一波，感觉得冲过来的呀。那我直接冲 PG。需要十秒的人到，去做点吧。你们都是不错的靶子。极限。哎，我还差点钱呢。这波冰撞可选。我大了。你们可以蹲一下这岩穴。他们这小招的前期都没伤害。你刚就可以蹲一下那岩穴了。有，去啦，兄弟们！没人能命令我。太急了，往村那边拉。不行，还行，不到还有往快走。他应该是不知道我下马有两个 Q， 他以为把我这一个 Q 躲了，他就能打得过我。结果偷了没用啊！我还有一发食人兽枪呢。他能不能跟呀？这波不能跟他硬拼了。他跟不上啊！我败了。我就是妄想狂啊！而且我这波小龙提前一分钟就要打了，我跟上了。靠塔跟他换吗？那你跟他换，他 A 兵 Q 兵直接吸满了，他 Q 算，他 Q 能触发耀光，他 Q 能触发神秘偷取。冷静点儿，你这贱兮兮的小畜生！哦，我的脚很想问候一下你的屁股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然后再让他们后悔自己被生出来。完了，来不及。小心！
没大呢。对，我想起了拉格堡垒的攻城战，好多人死在城墙上，真有意思。靠，你这星石盾也太厚了。哎呦，可惜他这不刷出星石就双杀，我就不用多交技能杀这个螳螂了。星石隔挡了一下伤害，硬追他阿力把我宰，可惜第一时间没有那啥，没有点燃，没有当，要不然第一时间直接能来拿上。我这女刀输出挺快，准备变得暴力又变态。跟我来！打呗，你先打，你先打吧。我要去吃印记了。你在抱怨什么？我已经把半个牌的人都喂给你吃了。有点难打，太恐怖了。难打，打了被点。我住在杀人镇上的完蛋路，职业是要你的命。我操，星石盾真挺厚的。他们家包团推中了，从二塔过来。等我到。他敢顶你，他要出事的。这里真的漂亮的要死，幸好都是我的。呀！嘿！角色有被动的。慢点。这个牌他妈的好像要硬吃。我的前锋推中塔。我们只不过是想要一块空地啊。全去了，全去了。但是我们会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。我站。我还有闪。岩雀没表。抓住他们杆儿！这次的开，我看。啥？打野？天多蓝，地多绿，眼前美景与谁叙？没打。让我们干掉那些瞎闯进来的家伙。这一手怎么样？注意。AD 没闪，吃不了去。干掉他们。波哥原来手上的塔。拿着波子打。干掉他们。这中路啊，你耍我呀。没想到吧，现在这样安排的。我干掉你，然后拿走你的东西。别放吧，接着。小龙抓住他，让不咬。只要被拍这个，是金刚也去开这个 AD， 这个 AD 肯定要被切死的。只要别被那个小月啊，可能会听见我们。别眨眼，或者不要去抢，等他们先开我们，我们就后头。别把马库给弄皱了，不然给我回来。这里有人，不要这里。他们先开我们，谁去吃这个？你能闭上那张臭嘴吗？可能这边有人，我们得从中路这边过去。那野区过不去了，有人的。臭小子，敢修为！抓我呀！你进来过，我有他的火焰两翼。看不到啊，那边视野太黑了。下一波找机会直接大龙结束推平就好了，不给盯着机会。
得先留人呢、啊。给这打一波吧，这个小龙给也没关系。谁不开呀、啊？谁不开人、啊？我是没事，我死不了，我死不了，我打正面，我打正面，太大了。不不不，那我们就把他们也干掉。没人和我是一队的，除了你。你走一趟吧。你们走，你们走。我警告你，别抛下我！告！我们去弄点新玩意儿吧。耶哈！呀！你试着跑跑看。我要宰了你！呀！妈！冷静，小妞。把船开不了。哇！每次都对面单兵是这样，有点难打。这头蜥蜴的肚子就是你的棺材。我给你抓一下也试试吧，但是他有杀漏了。嗯，而且他刚回家。鳄鱼没闪、啊，有点难杀、啊。好的。我自己还杀不掉他。我的玩具是手枪，我的工具是。过来呀、啊！来不及。当心，高儿，这就是我们说的，早就能想到的结果。他们这个蹲人，二打四。小月没闪的。小心二，小心岩雀要去配合鳄鱼抓你，然后他可以二个。我才没有沟通障碍。我们把视野抢回来吧。